在这边我们来讲 try this 2.1 的第三题，他说 the sum of the square of 两个连续的 positive integer 是2521， find the value of this the two integer。 其实我自己本身大概可以猜得到的那个东西的，你看啊，如果我在这一边我有25的 square 的话呢，它是625，然后我的这个29的 square 的话是841，然后我的33的 square 的时候呢，它是1089，然后我再加34 square， 它就会变成了2245，不对，这样34 square 加35 square 2381，然后35 square 加36 square 2521 yes。 Oh, I get the answer, yeah。 但是不能啦，你不能够这样做啦，你这样做的话是 K0J0 的啦，但是至少我在开始什么 我就知道我的答案，等下我拿的答案是对的还是错的。 So 它这一个 two consecutive positive integer 呢，两个连续的那个 integer 啦，我可以把它变成什么东西呢？我可以把它变成是一个是 x， 另外一个是 x 加 1， OK， 一个是 x， 另外一个是 x 加 1， x 和 x 加 1， 他说他们两个加起来会是的 square 加起来会是2521，所以我 x 的 square 加 x 加 e 的 square 等于2521。最难的是这一行，基本上你这一行写得出来没有问题啊，你这一行写不出来，你基本上你写错你就不能够拿到答案了。所以 x square 加 2x 加 e 减2521等于0，然后我这边我把它这个搬过来，然后我的这个 x 加 e 的 square 它其实会变成前平方后平方，前后两倍在中央，然后我这一边它就变成 2x square 加 2x 减2520等于0， OK， 全部都是2的倍数，我全部除 2， x square 加 x 减 1260 等于0，然后我在这一边我就可以开括弧等于0，然后就有 xx，然后35 36， OK， 你看我在这一边35 乘36， 35 乘36，它会变成1260啊，这样，然后它是加36减35，我 x 减35等于0，我的 x 等于35，我 x 加36等于0，我的 x 等于减36， rejected。 为什么 rejected 呢？因为它讲它是 positive integer， OK， 所以我的 x 等于35的时候它就是35，另外一个是36，然后35 square 加36 square 等于2521， OK， 然后我在这一边的时候我的这个 x 加 e square 等于 x 加 e 乘 x 加 e， 然后我在这一边我这个这样乘，然后它就变成了 x square 加 x 加 x 加 e， 然后 x square 加 2x 加 e。我是希望你们会那个前平方后平方前后两倍在中央啊，不然你会被拖慢速度。嗯，好，好，在这一边呢，为什么我这个是一个是 x， 另一个是 x 加 e 呢？你就心里想啊，我在这一边那个号码我有一跟二的时候是两个连续的那个整数嘛，二是什么？二是一加一，然后我有17跟18两个整数嘛，这个是17 18是什么？17加一。我的那个35跟36什么关系？这个是35加1嘛，所以我第一个是 x 的时候后面那个就是 x 加1，就是这样来的。好，接着在这一边他说两个正方形，一个是 x， 一个是 x 减 2， so x 的比较大咯，然后 x 减2的就比较小咯，然后他们的 total area 是340， so 这一个正方形它是 x，然后这一个正方形它的这一个边长是 x 减 2， 所以我的 x square 加 x 减2的 square 会是等于340，因为这个的 area 是 x 乘 x 等于 x square， 这个的 area 呢是 x 减2的 square，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就有 x square 加 x square 减 4x 加4减340等于0，我把这个搬过来，然后刚刚那个是前平方后平方前后两倍在中央， 2x 块减 4x 减336等于0，然后 x 块减 2x 减168等于0，然后在这边我就开挂弧，然后等于0，所以我的这一个呢 perimeter for both， OK， so 我的这个168的话我在这边168除
霸，它是21，然后除12，可以吗？14是24，对，所以我的 x 12 14减4加12 x 等于减12 rejected， 然后我的 x 等于14，所以我的这一个呢它是14，这一个是14减2 12，所以我的 perimeter E 等于4个14，然后我的 perimeter 2是4个12，我的 x 减2等于14减2等于12，所以我这一个4是16 56 428 48，所以它的那个 total perimeter 是56加48，所以它会变成104 cm。 OK， 所以它的答案是104 cm。 好，来接着第五题。好，接着第五题， NASA H is 4 times her sun H in this year， 所以它的那个 sun 呢我给它是 X 岁，然后这个 NASA 呢就是 4X 岁，它的4倍嘛。然后 the product of NASA H and her sun H 2 years later will be 270， 所以这个是 now，然后这个是 2 years later， 2 years later 的时候它儿子会变成 X 加2岁，它会变成 4X 加2岁，然后它们两个乘上来是270，所以我的 X 加2乘 4X 加2等于270，然后270的时候呢我就心里想我的270我除10的话，它是一个27岁一个是10岁，减28然后减2 25，8跟25不是4倍，然后我在这一边我除9的话，这样一个是9一个是30，减2是7岁减2是28岁，所以我拿到答案了，所以它是7岁28岁然后9岁，然后它这一个是30岁，然后你可以看到在这一边的时候它就会变成9乘30 270岁，对，所以 它原本7岁两年后九岁，四七二十八，两年后三十岁，所以我直接拿到答案了，四 x 乖，然后我在这一边这样。所以你在考试的时候应用题，你这样用我这种思考方式来这样 try and error 拿到答案的时候呢，你再来去做的时候你就很放心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你最终的答案是什么，你就知道你自己有没有做错了。所以我在这一边它就变成 4x 乖加 10x 然后减266等于0，然后我除 2x 乖加 5x 减133等于0，然后我在这一边我的这一个等于0，一个是 x 一个是 2x 然后一个是7，然后我的这个133除7的情况之下我拿到是19， OK， 所以它在这边加19减7，所以我的 x 等于 7x 等于减19不2，这个 rejected。 好，所以在这一边呢它的3呢是 7 years old， 然后 NASA 呢是4乘7等于28 years old， OK， 好，就是这样。好，在这边他说两个连续的单数乘出来是1763，然后我就心里想1763我除19可以吗？不可以。然后我除21可以吗？不可以。来，我的这个1763等于，然后我按 shift fact 41乘43，哎呀这个太简单了，他答案是41乘43。然后两个连续的单数的时候，你看啊，我有一跟三是两个连续的单数，三是什么？是一加二。然后我有十五跟十七的时候，十七是什么？是十五加二。我的四十一跟四十三，四十三是什么？是四十一加二。所以我的这个是 x， 后面那个是 x 加二，所以它的那个 two consecutive odd number 呢？是那个x n x 加一，所以它 x 乘 x 加一会是等于1763，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乘进去，我就 xy 加 x 减1763等于零，然后我在这边我开挂弧等于零，然后我就 xx， 然后我就有41 43了。 OK， 1763除41，好像变成43。哎，这个是 x 加2，刚刚这边我弄错了，这个应该是 x 加2。x 加2，所以这个是 2x。x 加2。然后 2x。然后它这个是43。所以它是加43减41。所以我的 x 等于 41,x 等于减43。所以它的答案呢是41跟43。或者是减41跟减43。OK， 因为减41乘减43它也会是那个，它有讲 positive 吗？它没有讲 positive， 所以减43乘减41它也会变成1763。所以我是接受两个答案。 OK， 参考书它提供的答案只有41跟43而已。好，接着这一题，它是一个三角形，它的 area 是60，所以我们知道 area of 三角形是二分之一乘 base 乘 height， 所以我的60等于二分之一乘那一个 x， 然后再乘 2x 减1，我把我的这个2乘上去，这个乘过来，所以我就有120等于 2x2 减 x， 所以我的 2x2 减 x 减120会是等于0，然后我在这边开挂弧等于0，所以我有 x跟 2x， 然后我这边是有8，然后120除8的话呢，那这个会是等于15，所以2816减16加，所以我的 x 等于8，我的 x 等于减15和2，然后 x rejected， 因为我的 x 不可以是 negative 的。 so 我拿到 x 等于8的时候，他要我找他的 perimeter of the triangle， 所以我在这一边这一个 2x 减1等于2乘8减1 16减1 15， 所以我在这一边这一个是8，然后这个是15，然后我的这一个是 hypotenuse。 OK， 我的 hypotenuse 这一个东西是等于 square root of 8 square 加15的 square，然后我在这一边我就有 square root of 8 square 加15 square， 它是17啊，8乘17，我们 form 1的时候就已经有背过了，所以它这一个的答案会是等于17，所以它的 perimeter 是8加15再加17，所以它会变成40 cm。 嗯，就是这样。好，我们的那个什么try this 2.1 的第一到第七题是属于 A 的部分的，然后我已经把第三到第七题的应用题讨论完了。